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。行情给我准备的人，标股给我卡位的人，今天全市场众所瞩目的标股全部在我家。当然这个时候你非常的纳闷，每个人都在关注台积电为什么今天没有大涨，每个人都在想川普到底要弄什么计谋，每个人都在想台积电会不会十月份营收就是最高点。我想所有的一切你想太多了，我今天再度的讲一遍，这三大主轴，真主流，真英雄，不然稍后你看下去。当然在今天这个结构当中，一大早吓坏一大堆人，因为你的股票从早跌到晚，但是很多人都在看我家的股票，不然你赶快来看。哦，啊，今天有大跌吗？今天大涨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没错，这今天的行情，11月11号，买对时间点，买对真主流，买对真英雄，就是如此。稍后慢慢来细说。当然，在这个结构当中，大盘一大早开低重摔，全部在我礼拜五的预告当中。我那天已经讲过，今天的行情如果跌破下面的必重跌，果然一大早重跌200多点，这个稍后也来讲。但是各位关注的这件事情，我先来插播。台积电有事吗？跌5块，有事吗？5块。可是珊珊老师常常教我们，一条线很好买，不要三条线。一条线很好买，不要三条线。这个等会来解释。但是这个时候比较急的是，限量100份，今天再开放100份，因为我知道你现在群龙无首。我等会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，请你眼睛看过来。这个川流再起，到底什么必买股，非买不可？那今天我说到做到，再开放100份。这三档就是我要提醒大家赶快来霸占的。我现在猜一档。老师啊，你这档不是口袋私房标股？好，我先开这里。这里要拉近了，为什么？这档股票当然你知道啦，但是这几个字要念一遍，外资密码表。这到底有什么含义？好，想要知道这内容的，这个一大篇一大篇，你就赶快来索取。就这样，其中有一档我开给你看，就是鸿海。但是鸿海不是写它什么什么基本面什么接单啊，那个都含在里面了。还有更劲爆的，就这一条，这一条。你要什么加总系数，我帮你加了。到底这个买多少，那个买多少，买了多少，还有暗砍多少，我都帮你加了，都在里面，好不好？100份，call me。100份发完了就再等一下啊，可能有可能有，可能没有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但是今天绝对就100份没了，好不好 ？OK。这个时候呢，美国人这边还在讲说啊，今天广达都没涨啊，广达是怎样？够了，这就够了。买股票买在没有爆冲之前，200多一直涨到300多，涨到现在，每个人还在讨论到底会不会就回马枪，这一大堆我帮你研究好了，你要看的标题就够了。不然这份资料，我要讲3天3夜，可能也讲不完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拿大家关心的话题。大盘今天一样开低，后来缩脚，但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，今天既然收这根线，很特殊。啊，红色的，对，红色的，而且叫大红十字。
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为什么这个行情贴着本间 K 线的糟糕在走嘞？礼拜五，我先让各位看我怎么剖析。礼拜五我说呢，形态叫中继黑十字星，也就是这个波段当中刚好来到这个位阶呢，它是收一个黑十字。那么黑十字的一个状况呢，我必须给各位两个关键价。那我有提到哦，周一头过身就过，断脚必重挫，脚是23509，懂？23306。啊，今天开盘直接就断下来，然后就重跌200多点，对啊，这种行情呢、啊，没有第二位解得出来啊。啊，今天直接重跌，重跌。头过身就过，啊，头是多少？啊，今天呢最高点还没过嘛，所以我讲的行情它就贴着走嘛。那到底会怎样？来看一下，礼拜五呢这个大盘收黑十字星啊、但是呢是大涨的，所以你们要看内容，不要只看表面。表面知道145点啊，但你是知道主力在做什么吗？黑的耶。那就是等于说上面卖压比较重，所以黑的嘛。那这边总共涨197点，那这边我都解释过嘛，这个内容都在这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只要看它涨，然后自己的股票都在跌，那没有用。那天其实礼拜五一大堆股票在跌，对哈 ，OTC 也在跌，那通通涨我股票，各位都看过了。那天节目啊，有人看3遍的，主流 AI 伺服器机柜。那么这边的高点跟这边高点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那我那天跟各位说嘛，当天礼拜五是回归平静，那行情能够上涨是台积电、鸿海、广达继续涨。那么当天呢，中小型的股票卖压反而涌现 ，OTC 是走跌，我都把你解得很清楚。那么今天的走势呢，各位来看一下，今天是直接跳低啊、然后直接重跌。我讲过断脚必重挫，重跌之后呢，低阶买盘反手拉抬，那拉抬之后再摔回来，所以呢后来没有收涨的点数。但是呢，今天开到这边，收到这边，所以 K 线是红色的。那今天这个总起来，其实是跌32点，是来自于台积电。台积电跌40点，那台积电跌40点，其实现在来讲，一次跳5块，5块就差不多40点，就这样嘛，5块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在这样一个走势呢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来到呢，延续到那天我讲的呢，中继黑十字星。那今天这根 K 线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？哎，红色的嘞，我拉近让大家开心一下，不要愁眉苦脸的哦。我这个脚好长哦，超级无敌长。好，导播这里拉近，有没有这个脚很长很长很长？哦，所以这个先到来做什么呢？低阶买盘，早上重击之后低阶买盘，直接往下拉。但是这个量呢，哦比较少，有没有关系嘞？我告诉你，好，再拉上来，往这边来跑，主流一样三个没改变。形态连续型，等于那天一颗黑的，今天一颗红的，所以叫连续型。那么明天的关键价是23699。OK， 台积电利多变利空吗？我稍后告诉你。消息面说停止对中国供应 AI 晶片，美国呢那个已经开始了哦，说台积电它不能对中国提供那个 AI 相关晶片，那就是消息面哦，那不是台积电财报的问题哦。好，那这个时候。这个时候到底是利多变利空呢？我等会用台积电调出来给你们看。那么今天开低走高，收红 K， 下影线就是我刚才讲的171点低阶买盘。那么这时候注意的，今天先走断脚路，重跌247点，反手拉抬站回前低。因为我说断脚必重挫，所以你看哦，今天还好站回那个脚。我们来看那个脚是多少？那天的脚呢，低点是。这里对不对？收盘529，来这边529，那是不是有站回？有哈，509嘛，529有站回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各位来看一下，所以我解的盘是不是很贴切？那么请注意这一点哦，明天不用开高开低了，这一条第四条，近期必须站上关键价23699，否则盘整时间会拉长。盘整时间拉长，那就是看它造化后面的造化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大家就注意 F4 明后天的走势。当然，因为他们权重比较多，那会影响这个指数的到底要盘整还是直接突破。那当然，其他的股票你要注意啊，不是你指数涨跟跌，然后你的股票一直在跌没有用、啊、你要像我这样，不管指数涨，你要持盈保泰。
今天就算我股票没涨，我会很开心的。为什么？这么多人来找我，当然找关键价给他们买啊。如果天天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你们来找我自己追就好了。对哈，好。那大盘了解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台积电这一节先调台积电出来讲一下来，五块啊，真的有问题吗？五块，那如果真的有问题，不是五块的问题，但是呢，这样是很可惜的。礼拜五才发表这个，对不对？月增年增历史高，结果那天呢收1090，全市场在等什么？全市场在等，等1100会不会过？那台积电有问题吗？到那一天礼拜五日 K 六连红，今天你认为有问题吗？我那天已经给你讲，下周台积电股价会很惊艳。今天你觉得惊艳吗？我忽然告诉我，实在太惊艳，太惊讶了。来看，这样对不对？哎，红色的、哦，哇，好惊艳，好惊讶，哇，怎么这么惊艳，这么惊讶？哦，啊，所以你不要看表面嘛，你要看内容嘛。本间 K 线都含主力的筹码，还有含形态学，所以摆到每个地方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筹码最重要。好，这个时候日 K 七连红，有惊无险，太惊艳了。所以呢，台积电这个、啊、不会是假的啦。这个不会是假的啦，但是呢，晶片某些 AI 的不能销中国是真的啦。那这个会对台积电影响，就从此以后就堕落了吗？好、哦，大家想太多了。从此以后是堕落，今天直接跳楼下就好，干嘛一条线？而且尾盘还这个样子，还收这个 K 线，哇，这太好玩了。所以，请各位不要胡思乱想。把你胡思乱想的心情来想我的股票，为什么？你看，成明天还可以追吗？啊，为什么你没有？为什么你没有来预约？啊，鸿海，为什么你不敢买220？哎，为什么你不敢买？今天鸿海收220，实在是要给我100个赞、1000个赞、10000个赞，因为鸿海220是这一波的高点。当然，除了这些股票，我的会员太开心了。你知道开心什么？我下一节都给你调出来跟你讲。我先透露一下，那不然这样怎么买？哦，好，逮到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鸿海的这档股票到底怎样？我等一下都跟你讲。那是天气概念股啊，哎，有秘密哦。等会呢，这些股票、啊我再一档档调出来给各位看，当你看到就觉得怎么会这样，跟你想的不一样。当然啦、啊，如果大家想的一样，那市场上101个都赢家，那为什么只有少数赢家在我们家？因为我的看法、角度、高度、深度的问题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请大家去想一下，不确定因素已经消除了，你现在把心思回归到什么股票真的是真主流、真英雄？好，100个，100个就100个。101个就在排队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重要，这两档是什么？我写得很清楚，有写不清楚来告诉我。然后这个写得非常的清楚，很清楚。还有呢，那个筹码的东西啊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你要知道，你就赶快来拿100个，好不好？100个。现在呢，这个时间给大家扣密，就想告马上进来。轮源投顾和分析师精研本间 K 线88种形态，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，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，创造人生财富。咨询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人生如股市，变化莫测，时高时低。股市如人生，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。唯有客观分析，精准研判，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。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，创造人生财富。轮源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
上礼拜大家都夸奖我的操作非常的好，我想呢不是只有短暂的好，是延续很长很长，一路走来都是如此啊。客观的分析才能够精准的研判，讲太多呢都没有用。看到今天涨停，说你看这只涨停，不用我讲你也自己看得到。我要告诉你，真的赢家是真的有买，而且真的有飙涨，那才值得大家跟随。我就是值得大家跟随，不然你来看谁跟我辩驳？鸿海220，谁跟我辩驳？这个波段最高点鸿海就是220，谁跟我辩驳？那我叫你这里也跟你讲，这里也跟你讲，这里也跟你讲，跟你讲，跟你讲，跟你讲。那今天市场上最大赢家就是我，所以啊，大家称我叫洪家军专门店是应该的。F 四今天走法不太一样，但是鸿海啊，就是一定要这样。那鸿海的基本面不用再讲了啦，那天220收218。啊，今天真正的220真正收220，所以你早把它卖掉，你200就卖掉，199就卖掉，到现在都没有用。然后呢，你当时是追234.5啊，到现在还在等解套。但是我是234.5那天全部卖光了，然后呢下来再接，啊下来再接又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。报股票报的有智慧，而不是你买股票就丢着，那你自己买就好了，买中钢、台塑、南亚就好。对啊，那这天低阶，我还讲低很低很低很低的低阶，啊，光看这也好，你没办法辩驳我吧？我都敢跟你讲，我会员低阶立马飙所以你做鸿海找谁没有用吗？214很高吗？很高啊，13还有13高，220，13还有13高。208很高吗？哎呦，崩跌呢！220，啊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怎么做波段，怎么做短波？啊，199很高吗？哎呦，220，啊，更不要讲这个跌停168，我当时叫你们卖不卖，这么来捡不是很好吗？啊，168就好，220有卖。这张7月9号节目调出来，全数一次倒光，全数清仓。那天我还讲很清楚，鸿海全部清仓，一次倒光。啊，结果，啊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就最高点了，对哈、哦。啊，最高点然后就崩，这边最高点卖光，这边都不用再讲了。啊，就有了崩跌，懂？哇，所以你去找谁都没有用的、啊，叫你赶快买你就不要买。就在那边储，告诉你买买买买买，一直都跟你讲买在哪里呢？压力也跟你讲，为什么这边收黑，还告诉你压力在这，一旦被他越过，那了不得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再一次给你201，这边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结果又上去了，你又上去了，我讲得很清楚啊。那天220收黑，啊，今天收红，那这是怎样？今天小踢红，量缩上涨，那我讲过。这种形态补量必喷高，那今天还是量缩就上涨了呢，还跟它一样高哎，那补量不是喷出去了啊？所以啊，喜欢这档股票的，或是你喜欢一样东西，你就赶快来 ，money 喜欢你就来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啊，不然讲那么多哎，说啊什么什么标股，我没有标股啊，我也没有名牌，我都直接听牌啊。这个也是啊，这个我讲了 N 百段的，会不会最高？啊，你说会不会最高？13还有13高，2.3倍，5.4万张，啊，怎么会量都滚到你家哦？对啊，大脚喜欢来我家，你去谁家都没有用啊！大盘没什么量，我的股票一直滚量，5.4万张哎，11.5够了吧？一张多11,500元，一张多这样的钱啊，10张嘞，11万嘛，这没错吧？对。我会员没有买一张的啦。啊，那天我还问你说跌要不要成名店，还跟我说这个 get over 了。来，那天我讲什么？我直接调到后面给各位看。8号礼拜五，
千金难买早知道，量缩下跌，主力在里面，没货的人赶快来预约霸占 GB 两百机柜成名店。这种线每个人都说 get over 了，这种线，我还告诉你就这么简单，主力在里面。啊，就今天这根线你要怎么解释？哇，哎，这里量价齐扬啊，这个量啊，可以吃掉两个礼拜的量啊，吓死人的量。所以这在做什么？主力不这样子怎么吃货嘞？我刚刚看，晴天一柱量价齐扬，洗盘两天压低吃货，没货太可惜了，还卖掉。哇，不是我懂鸿海而已耶，连成名店我也懂耶。啊，这种。那就不用再算什么什么赚多少，那没有，你没有买赚什么都没有用嘛。那我再做 N 百段了。这都事实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去想，为什么每次跌，每个人就会讨厌他啊？涨的说啊，可不可以追？哦，我今天来参加，我要买成名店。啊，你为什么这边不买嘞？啊，这边为什么不要嘞？去追高，然后就说，哎呦，那我就套住。谁叫你去追高？我跟你讲，要买关键价、欸，跟你讲要买关键价、欸，那、啊、就一直喷到这啊，这边做 N 百段了也没有，都跟你讲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来这档喜欢的来预约好不好？哦，是主流就是主流，是英雄就是英雄，你不要买到假主流、假英雄，那一切都没有。OK， 好，这个时候呢，那就哎，我先讲这个好了，来，啊，这个星光闪闪啊，今天没涨呢，后来是跌的。哎，我直接告诉你，新会员买进啊，今天量缩哦，量缩，好量缩，好量缩，量缩，这个股票。没人要嘞，这个我还没公开嘛。后来不是在这边吗？赶快来霸占。后来嘞，哇，这样子喷。后来我就直接公开的啦，啾啾，一模一样嘛，你都比对过，不用再比对。然后喷到这，啊，再喷，啊，今天这样最好玩了。有没有发现什么？主力没走，你走去哪里？主力在那霸占位置，人家都霸占位置不让你，你还走去哪里？倒数计时。快来预约霸占，这边离这边差两块，所以要看内容啊，不是今天这样子啊就大黑 K 没有哦，你要今天冲那个很特殊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时候来看这个，来，这个也是明日之星啊。啊，老师，你这很有勇气，那当然啦、啊，那喷上来你自己买就好了，哎，新会员买进，这个哈、哦、要话说哦，我从那个矮矮的位置开始买的，光这个一号就好了，哇，很有智慧。哇，这很有智慧，有没有？我说呢，这边很有大脚吃货的面相，没人要就一根喷出，哇，吃三年啊！结果嘞，再喷啊！结果再喷，结果再喷，结果再喷啊！今天这样有关系吗？我告诉你，连续多星爆喷前的面相，为什么？来这里特写，主力都不出去，你去哪里呀、啊？你去谁家都没有用，主力都在里面，那不这样子来回怎么吃？还没吃够，这边到这边涨了54块。今天让你看这样，你会觉得哇，大开眼界。只有我看我的节目才能够大开眼界，看谁的节目都没有办法大开眼界。这档大牛股，我当时叫你200多买都不要哎、欸，啊，今天300多了，啊，这里是多少？哇，超级无敌便宜的。好、哦，这是287这一天，现在在这边了。然后嘞，一路告诉你这个股票买。就喷，然后就喷，就喷，就喷啊！今天刚刚好，量缩小跌，主力都在里面。你看我的股票多劲爆，主力都在里面不走，霸占位置，你是要去哪里？赶快来问我哪些是关键买点，不然这些真主流、真英雄没有买到，你买到假的，那你可能会捶心肝。所以我今天告诉你，这张股票明天再解释了。这张股票好戏在后头，明天再解释，因为现在没有时间。我要告诉大家，今天100份，说到做到就是100份，好不好？就这个，这个100份，啊，自己呢，赶快把那个电话拿起来 call me， 好不好？100份，好，祝大家 call me 成功，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
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